伙没了，查一下谁是卧底了。喂，陈哥打电话来说找到了那个内鬼。我要的东西呢？我要的你都未必带来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上来晒太阳了？给我个机会啊。怎么给你机会？我以前没得选，现在我想当一个好人。好，跟法官说，看他让不让你做好人。那你就要我死啊？对不起，我是警察，